就讲伊兄弟相残，一刀贯去得上用消。解救百姓有下好姻缘，你会晓做，够唔对。
有信心。为什么你要伤害无辜呢？我要伤害无辜，一来二去，咱定心拜力，先班为教，玉皇天尊至尊为大，所有神官不管是非协力，所有事情听他不应，大宋地界叫灭八十万的人士，一来大刀。
心先有缘分，嘛会。